哪里？往左边数大概三个铅笔芯，往下一个。第一个，你说你缺点在哪里？一，写太高了。难道这个刚才我们都有做过基本练习的，不是说写的吗？你写的不够写哦，2:20，知道吗？什么是2:20？我们再来一次，来，来手过来动哦，来这边，你手动，你手动好，2:20来走，对这个方向，好，再一次来。那你刚才练都练对，结果写进去写错，你不要忘记，知道吗？好，接下来写到哪里停？经过中间就要停了，知道吗？接下来这里是粗还是细？粗到细，你刚才都有投球，很棒，他可以投球，都给我骗钱骗走了。好，这里粗到细，这里粗到细。好，所以缺点是一，这个写太高。笔法接下来刚才都赚到钱了，都写对了，写进来不要写错。先找到站牌吧，然后呢？1、2、3，然后呢？往左走3步，往下走1步，从这里写，知道吗？好，我教完了哦，好，回去。